哎，你去干嘛？试试。哦，谢谢谢谢。试试这个鞋。试试，跑步去，你去吗？我也正准备去啊，我也穿着跑鞋。你要一起吗？可以啊。你走吧。你这鞋子合脚？超级。真假？这有什么真的假的？怕你。怎么着？你不是给我准备的？就给你准备的呀。那你还问我？我记得你是那个码子，然后他要选大半码。嗯，你走吧，水壶不拿了，不拿了。哦，哎哎，啊，啊，春已暖，花渐开，为大家准备了两天一夜的旅行，珍惜集体的美好时光，前往洛带古镇。请在分组栏写上你的名字，每组就先是集体旅行，然后后面第二天就是自由分组。去有风的地方。我和花海有个月，这还分组啊？花海可能拍照好看，但是有风的地方我感觉应该会有大片的那种绿色的，它不会有很多遮挡的地方。那你想去哪个呀？哦，想想呗，等会儿再来写。别啊，别一会儿被人把名额占没了。我觉得去有风的地方。嗯，怎么行？可以吗？可以。哎，我想，哦，今天下午就要出发。哎，走吧。啊，今天下午要出发？对，2点钟。那我们跑步回来了吧？就差不多，吃点东西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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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李四昨天跟他相处下来觉得他很温柔哦。很温柔。嗯，啊，你是在家里还是比较的有一丢就是强势的，还是能感觉出来耶。哦，我爸他昨天好亢奋哦。啊，我爸格外的激动，昨天不知道为啥。你爸爸其实挺可爱的，就是